这段数据是违规得来的，它背后有很多不可控的风险。我只有把 P3 卖出去了，小莹才能盈利。可是，一旦训练方向出现了问题，P3 的首次亮相就会成为打脸现场。那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呢？顾雪，林霜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喝多了。你别走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！不打扰了。林霜，顾旭是真的喝醉了。你要是不担心他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吧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要不想见我的话，我现在也可以走。别走，谢谢。要说谢的话，也是我谢谢你。可是我想要的，从来都不是你的感谢。